嚯，这难度也都下降出来了，空中悬停啊，落着在推出去，相信灌篮高手啊。外线，大号，好球，三分命中，哎，这三分太直接了啊！孙铭晨，今天就是孙铭晨跟高诗妍，就这哥俩，真是，孙铭晨也是现在场上也是唯一的一个三分的保障了。